自松山慈幼宫的建庙265周年哈，由我们的这个陈玉峰陈董事长所率领的所有董监事团队啊，这样子来进来欢迎的啊，那来刚刚聊天中哈，哎，那来整个乐清团队来参与此次的盛会，在这里代表的北港朝天宫蔡永德蔡董事长及所有董监事，我们的所有工作团队哈，哎，感谢我们的慈幼宫的邀约哈，可以一起参与莅临此次的盛会哦，建庙265周年哦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哈，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北库的这个庙宇操心哦，来观看哈，来一起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哦，可以有见的哈，我们的慈幼宫哈，由我们董事长所率领的所有工作人员哈，实在。Thank you.
的世界融合一三三啊，好可爱的娱乐组织哈、啊！哎，看到你就感觉到福气满满哦，哇，喝啤都来了嘛哈！哎，我们稍微哈，刚才那个业务，哎，忙碌忙碌发表情啊哈，忙碌忙碌发表情啊，哎，麻烦我来感受你们先清洁哈。
为这一节欢迎完，哎，都是有这个专业的配备哈，还有我们的专业技术哈。哎，这里的主笔呢，咱的牛奶好产区苏总夫来吃茶哈，哎，咱的不干杯嘛哈，不干杯嘛。
是我们松山慈幼宫，由董事长陈董事长所率领的所有董监事团队，来工作人员哎，这里也行啊哈，哎来聊下点哈，来八杠调成幺，哎让那所有绕境团队可以莅临到参与建庙265周年的这个绕境祈安活动哈，哎那个捧莲花都好了起来哈，来到那个今年松山地区，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啊，大家是熊来的情啊哈。感受到满满的热情，还有那种感情也来尴尬哈，哎，真正非常的感谢，尤其是咱的朋友们非常幸运啊，将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北，我们的台北松山慈幼宫的点灯行情哦。
九三九六。